各位同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要由我们的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请大家以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午安。那么大家辛苦哈，会度过呗。我来讲一个故事。发生车祸吼，那么围一堆人在看，啊，两个少年囡仔吼，原来想要好奇讲，哦，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围遐济人，你看，啊，挤袂入去，啊，另外迄个就感觉讲，哎，伊想一招讲，来发，啊，大家闪者闪者，发入来，里面那个是我爸爸，我大家就闪几个入去看，结果。到一看，我一只猪啊，倒立啊！原来因爸爸车，啊，恁这几年过了好无？哦，有过好哟，举手我看，啊，看拢歹吼，啊是安怎？咱这几年会遮歹？这有原因，我讲来过来讲一个故事，就是伫美国，吼，因咧开一个。国际显微手术这个国际研讨会，哈、哦。啊，那么一波时啊，像一段时间有喝下午茶的时间，啊，有三个医师就伫这个走廊咧开讲，一个日本医生，一个美国医生，一个咱台湾去的医生。啊，日本这医生就讲，因十年前，吼、哦，伫东京的地铁。有一个五岁小朋友落在地铁吼，轨道迄个车甲两只手拢要搞甲脆脆脆，按用显微手术甲手术甲倒好势吼，手术好势。十年后，十五岁去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冠军，我安尼表示伊接了足灵活的吼，神经拢有过。我即马在换美国这个，伊讲。啊，我嘛十年前，我有一个十岁小朋友车祸，啊，弄一个吼脚歹去吼，啊，阮脚断去啊，爱截肢。那么，阮用显微手术，把鸵鸟的脚甲倒起哩。啊，迄个十年后去参加奥运比赛，招标得冠军。哦，大家拢做阿肥的好，今麦迄两个在咧等看台湾这个医生要哪肥。台湾的医生讲：“哈，恁在哪有啥？我二十年前有一个四十岁中壮年人，我那车祸头壳弄一个破，然后接拢喷出去。啊，我用显微手术吼，把 DNA 脑壳倒入去，今麦还在伫台湾在做总统。啊，人家猪脑袋吼，啊，这这几年咱台活了足歹过安尼啦，吼，啊，都一个。”有够两公的在给咱管哈，在给咱领导哈，好，安尼应该较袂困啊哈，来，过来第四个琉球反乱模式哈，这琉球伫1952年，伊伫1945年4月前，尼米兹上将用伊航空母舰战斗群去被甲攻打，过外过了甲占领落来。啊，所以底下有台商成立美国琉球海军军政府，尾啊，甲陆军起来了，甲交火陆军军政府。啊，美国军政府下卡被占领地的人民爱组成民政府，好、哦，所以因的民政府成立了，因内底嘛有行政、立法、司法。OK， 伫1948年到1958年这十年，用美国。美行军票当作钱来用，但是1958年以后就完了，佮改做美金嘛，哈。但是1972年琉球返还以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哈，爱去向美国琉球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因为琉球被占领，等于是对日本来讲，它已经是境外，也在讲是国外，所以琉球人要去。
日本本土要去东京读册，还是要做生意，等于去另外一个国家，哈、哦。所以因来，这个旅行证件等于 passport 哈、哦，护照的意思，哈、哦，就是这张哈、哦，旅行证明书，哇，哦，琉球列岛米国民政府，哈、哦。那么咱台湾民政府嘛，就要要求美国爱发旅行证件给咱，哈、哦。哦，咱将来咱就提类似这款 travel document 哈、哦，啊，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哈、哦。好，那么琉球在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订琉球返还协定，啊，在这个要签进前，1969年因在咧协商咧谈判，讲日本政府甲美国要求讲，那么我爱赔你偌济钱？迄、那个战争债，哦，你较要甲琉球向我日本，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哦，迄阵1969年迄阵，日本已经经济起飞靠钱啊，所以甲这条钱赔予美国了，所以因伫1971年6月17号签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2日，尼克森的政府。把琉球返还给日本哈，包括钓鱼台哦，包括尖阁群岛哈，美国拢还给日本。啊，所以有人咧讲，啊，钓鱼台是咱台湾的，无唔对。钓鱼台古早咱台湾无唔对，咱台湾依然吼，所有遐个渔民定去钓鱼台海域哈，尖阁群岛海域底下掠鱼啊。啊，你会记哦？迄、那个尖阁群岛，较早是伫边地，台北州宜兰厅的头城的行政区域内底。啊，你想，钓鱼台是台湾的，台湾日本天皇的，安尼请问钓鱼台上的，日本天皇的啊，吼、哦，啊，当时琉球。返还没有办公投，真济台湾独派的人拢讲：哦，琉球就是因为因公投要等于日本，无这件代志，你的战争债若无赔吼，无可能互你公投等于。所以同款台湾咱只台独的独派，一直话要独立建国，吼、哦、要加入联合国有无？是安怎？美国拢懂，拢否决。哎、欸，这块土地，底下伫我美国手里，哦，就敢若讲，日本天皇的台湾平和的所有权证，底下伫美国手里，哦，美国握有台湾的，哦，主权啊，暂时握有台湾主权，这暂时的呢，因为只要日本天皇、日本政府若有钱。啊，那跟美国协商，看要赔偌济钱的战争债，还掉了，台湾也可以返还，哈、哦。所以，伫你这条钱还袂还，你刚破坏你当时为高屏地区的哦，工山还是屏东的机场，飞去甲美国伫克拉克哦，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遐无人机刚拍歹，啊恁，迄刚台下就死，台下就美国大兵。哦，这拢爱赔啊！航空母舰，互你拍沉去的，飞行机，互你拍载了，这拢爱赔啊！你无赔，美国靠通帮你讲台湾返还，吼、哦。好，过来，咱来看琉球伫美国军政府占了下，伊的指挥结果，这是琉球返还了，哦，经过头20-30年，有一寡解密的资料，吼、哦，解密出来了，哦，啊，日本遐个。学者、专家去研究出来哈，哇！安内蹲跳舞，胖见。好，啊，我拢讲的啦哈。迄、那个阿 K，、OK, 你看找到我迄个节较早的 PowerPoint 的看有无？这个可能我无设计，我删掉。就是讲，在美国联邦政府下卡的。美国国防部，吼、哦，国防部下骹
就美国军事政府，军事政府下骹阁有台湾民政府，啊，那琉球是琉球进政府啦，哈，琉球政府才有资格下命令，哈，这美国合众国政府，哈，联邦政府，伊个国防总统就是国防部，下骹个美国军事政府，哈，甲伊个下骹个民政府，一套命令，他才可以命令或者指示。当地的琉球人自己组成的琉球政府，哈，啊，过来管冲绳这些住民，啊，那么台湾同款，伫美国政府下骹的国防部下骹的哦，美国军政府下骹的台湾民政府，依靠主给命令指示，将咱这有一个挂号，咱以后会变台湾政府，哈，台湾政府啊，过来管台湾澎湖的住民。好，就是安尼。好，就这个架构，咱来知影。哈，所以它上架位阶，咱来搞清楚。好，这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指挥系统。那么中华民国它也有一个指挥系统。哈，中华民国底下上下卡，伊的顶头上司什么人？美国 AIT， 哦，美国在台协会。啊，这是民间组织哦，这是民间组织咧管中华民国。啊 ，AIT 的头家像美国的国务院，哦，啊，国务院顶管起的这个头家就是美国总统，其实咧联邦政府等于美国总统了哈，因为美国的行政首长是美国总统哈，好，啊，国防部嘛是总统管的，啊，这中华民国头家国务院嘛是总统咧管的哈，好，那么六十几年来，到今麦用六十九年啊哈。在中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下，真侪台湾人，迄个教育变作中国人认同中国，对吧？像啊，咱伫台湾占85%的本土台湾人，大概那总统吼，刘鹏总统咧选举，咱像啊拢会选输，吼、哦。啊，阿扁的2000年也是因为三卡都，哦，国民党分作两个势力吼，连续拆开。所以阿扁也去，卡赢者20几万票。好、哦，啊，咱啊2008到2012年动作统独公投，啊，咱独派输啊，哈、哦，台湾的独派输，统派赢啊、哦，结果将变成统派的台湾，割予中国合法并吞。哎、欸，恁欢喜甘愿要阿强阿管，要跟阿强阿统一嘛？你唔该选择统派马英九啊？所以那安尼，台湾。诶，沦入世界，永世浩劫哈！啊，这里国际法是合法可能、有可能的哈。到时美日，中共有美日安保条约，这安保条约包括台湾，但是嘛很难插手干涉，因为爱尊重伫台湾顶管，即恁即台湾人的选择，啊，恁民主自由的选择，哈，爱尊重，哈，伊袂再强制用军事干涉，哈。啊，所以这真惨哦，吼！这我特别用红字写“永世浩劫”哈，无歹翻身啊啦，哈。好，那么如果台湾要独立建国，啊，你若独立建国成功了，爱负什么责任义务甲风险？这啊，咱来评估一下，好，咱来看，台湾人爱纳税，哈，这一定你家己有，既然有家己的国家，你也有税金来建设，哈，来维持。军工到人员的薪水哈，台湾人爱家己去做兵来保卫台湾，哈，而且你嘛爱家己去买武器，还是家己研究发明武器，哈，来顾台湾，对哦。过来，阿未加入联合国以前，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无法力，哈，嘛无义务出兵干涉，啊，这是唔作危险的。咱来看，咱以邓丽文独立建国做例哈。邓丽文伫这个只哈红色个只，啊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好，跟台湾介同款，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阿强啊，哈。好，邓丽文伫1975年11月28日从葡萄牙独立出来哈，成立邓丽文民主共和国，但阿未赴加入联合国，到刚好。迄个印尼甲入侵，
并占领。好，那么伊伫1976年变作印尼的一个东帝汶省。啊，之后的20年间统独抗争，甲要10万至15万人死亡。啊，那么一直到1999年8月30号，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当年大多数的东帝汶人投票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啊，一个建国成功。OK， 但是伫公投，差不多伫刚去年的9月下旬，哈，差不多近一个月的时间，印尼军又杀了约1400东帝汶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还阁是世界上上善且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外国人来援助，安尼是毋是真惨？好，哦，啊，即款的，敢是即款的独立的结果，敢是咱要爱？毋是咱要爱嘛？咱是要追求幸福的家园嘛？但是你若去个独立，你爱家己负责国防。负责家己爱纳税金，家己爱去做兵。那么咱即马暂时许美国军事占领，照讲，如果当时那是依照像琉球安尼，美军直接占领，卖委托蒋介石部队来，咱真正报道，哈，哦，美国人无遐要求，哈，哦，你只要战略上甲伊配合，哈，哦，琉球当然所在有较矮啦，哈，哦，啊美军遐济住伫遐，加减。会有一些啊军民纠纷呐，哈，过来，啊，咱伫美国君主政府管辖下来做一个比较，好，一线之隔，咱以墨西哥州甲墨西哥国做比较，这个是新墨西哥州，哈，啊，下卡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啊，新墨西哥州就是较早美墨战争，迄个美国君主占领了，哈，不呀。变作美国一州，但是你甲注意看，是安怎墨西哥国的人拢为这个边界一直咧偷渡入去？那迄边无较好，无人要离乡背井走去别人的国家，吼，哦，就是迄个美国管较好，吼，哦，所以甘愿要偷渡入去美国，吼，哦。过来，咱来看美墨边界，吼，哦，这个基本上不设防，你爱。但是我毋捌听人讲美国人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人偷渡来美国，因为因两个拢民主国家，生活水准还平悬。你住伫这边，兼住伫那边，平好，啊，谁要离乡背井，离开家己的亲戚朋友，无人要安尼做，哈。啊，这是民主国家可爱所在，哈。过来，一海之隔，哈，台海之隔，共军占领红色中国，美军占领绿色台湾。啊，真可惜啊！都，咱个绿色台湾电管搁一个中华民国哈，但是起码伫美国的掌控主导之下，要求中华民国立马爱逐步开放，好，哦，民主，好，哦，所以你看到20年前，台湾钱阴卡巴，啊，将来因沿海遮福建，吼，哦，由福建遮为迄个福州的东边有一个。管叫做长乐县，诶，外海有一个岛叫做平潭岛，拢迄个是福建省上大个岛。因拢为啊坐渔船啊，偷渡，查甫偷渡为新竹个南寮渔港爬起来，吼，哦，啊是为屏东南边东港遐偷渡起来，吼，哦。啊是安尼要偷渡来遮，啊咱台湾哦，加足够趁食，加足自由民主个，吼，哦。啊所以。讲个，敢那伊个美国军事占领较好呢，吼，袂歹。台湾人阁免做兵，阁免买武器，法律上是安尼，但是实际上中华民国卡伫中吼，咱拢一直咧有剥削。咱台湾人真可怜，吼。台湾人迄个，照讲袂使去做兵，结果咱去做兵。照讲台湾人嘛免纳税金去买武器，照讲美国你爱抢琉球。琉球人免去做兵，美国阁派重兵伫遐咧退守琉球，啊，咱台湾毋是，台湾人去过美国的前线，因为从这岛链来看，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安落，这算美国第一岛链。台湾人，互占领，阁爱替美国
过前线，对不对？这第一岛链是美国前线啊，美国伫咧做后壁只。啊，咱毋若安尼，咱咧去家己开钱去买武器，啊，佫爱家己炸便当来过美国个大门，啊，看你有，你看咱有做无？吼、哦，所以这无合理吼、哦。好，那么到那伫美国君主政府管辖自治，免税嘛，免纳税金，哦，咱生产的物件销去美国免税，哦，所以咱的竞争力会足悬。台湾人嘛，免做兵，免浪费两年三年，吼、哦，迄长青春，吼、哦，好，国防甲军费，要美国爱负责，美国你爱搞台湾过好，莫要阿强阿替伊，吼、哦，剩落来经费，咱来建设台湾，变作东方瑞士理想家，毋是足好嘛？啊，就智商无够的人，就是像我较早，智商无够，毋知影，咱会当依照法理叫美国。甲台湾过好，咱拢免去做兵。吼，啊，咱一直咧戆戆，较早拢对人咧发台湾独立建国。吼，读个歹，无多。啊，所以咱内底做者本事吼，爱清出去。好个在我实在林志升，吼，咱秘书长讲个好啊，唔啊好，歹啊歹呢。你嘛读个足清楚个，啊，心内负担足重。刚才这个党党台湾的前途，这党党足重的，吼、哦，爱排条条。我对伊八年啊，八年外，啊，这个党啊放袂落，因为要欠足侪人，吼、哦，要台湾人要99%还袂觉醒，拢要咧困。有时啊，你甲叫，讲叫伊醒来吼，伊目睭闭紧，搁甲你叫。啊，我困到好济好济，吼、哦，直接有人啊只，像猪安尼。有吃有喝有糖有糖喝啊困啊！你这个叫我钱要从啥？好，咱过来检讨讲，以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还是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来做分析？哈、哦，好，咱首先来以台湾的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来探讨哈、哦。第一，要入联合国，联合国是以国家做单位哈。哦你若也毋是国家，根本无资格，所以干那第一条，咱台湾就无法度入去啊，对不对？好、哦，那么台湾是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大家拢知影，毋是嘛？好、哦，美国的国务卿啊讲，哈、哦，这初级班有上过哈、哦，我就卖去讲啊，哈、哦，国家有认定标准嘛，哈、哦，爱有人口，爱有领土。爱有政府，爱有外交官。台湾国敢有人口无呢？咱即马摕身份证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吼，所以台湾国无人。啊，这台湾国敢有领土无呢？即块台湾片哦是日本天皇的。啊，即马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嘛毋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吼。啊，有23个外交的国家，歹势。吼，差不多4-5个月前去碰见一个叫甘比亚。啊！你甲看迄个建交公报，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毋是你台湾国派你的代表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国无即些认定标准，所以台湾绝对毋是一个国家。哦、那么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日属美占，台湾目前敢若是一个地理名词尔，哈、哦，毋是国家。那么卡苏公好，你注意我。假如台湾要建国，有五个步骤，咱来照这个步骤照步来，吼、哦，唔是家己乱凭空想象，无照国际法律，无照国际法间接法。来，咱来看这个。第一 ，USMG 就是美国君主政府爱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的政权，吼、哦，甲国民党赶登去金门马祖，哈、啊，金门马祖要个中华民国的领土，哈、哦。好，咱台湾民政府自治，台湾人管家己，哈、哦。那么过来自治了一段时间，较稳定了，爱要求日本保国，含入美国来签台湾返还协定，哈、哦。根据台湾返还协定，等于日本了，咱来个要求日本的保国，因为参众议院订定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院。
有这个领土分离条款，这法院了，开定根据这个法院来办台湾公投，决定台湾的未来，看是要继续留伫日本大日本国内底，还是要跟咱话独立出来，啊，但是跟日本国是联邦还是邦联？哦，像迄个大英国协，因是邦联，因有53个国家合作一个叫做邦联，有无？大英国协、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无？印度这拢是大英国协，哈、哦。啊，但是咱独派哈，拢伫这个头前，为者直接就跳来到上海边，就咧直接就要咱办公投，拢无管战争在，啊，无管国际法。拢无讲，这块土地还佫日本天皇的，啊，底下是美国的手呢，拢无要管这，吼、哦，敢那，家己，咱人来人兜共爱共租厝，租一间厝，吼、哦，比如阮兜五个兄弟，阮来租一间厝，租来讲，这间厝住了袂歹呢，来咱三，咱五个兄弟来投票，这间厝来变做咱的，咱独立变咱兜的。台湾即马就是安尼，位头前直接刚跳来到上下边，就要公道啊！人世界敢要甲你承认？用讲笑的，好。好，那么那以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好，咱来探讨看卖。来，啊，咱来看1971年10月25日，哈，联合国的2558号决议文，伊讲啥物？哈，伊来在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什么人用关注联合国？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没有退出联合国。加刚我写的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没有啊？啊，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去以后，哇，上面人去接，接的席次，好、哦，那个伫联合国的那个刀啊，跟那个名牌 China， 伊啊拢要伫的，只是伊啊换人接，换上面人接，换毛泽东的代表去接嘛，就这里嘛，哈、哦。这是毛泽东的代表嘛 ？China 嘛，要底下 ，China 也不提掉啊。China 是一个国家的名称。那么你换了政府，你怎么换？像抵中华民国抵台湾，中华民国，你下卡国民党政府去你做总统去执政，还是民进党的政府去你执政？中华民国拢无换，换政府尔嘛。毛泽东的政府今嘛代表。中国嘛，啊，那么头拄仔咱咧讲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阿扁啊发明的，伊讲咱用台湾名去加入联合国，我无要甲伊抢这条刀啊，无要去甲伊抢这条刀啊，我甲伊先做一条刀啊，做一条椅啊，做一个名牌叫台湾，我要坐在伊的边啊，这个台湾人天真的想法，但是无遵照国际法律，联合国袂甲你承认。所以阿扁啊，迄阵，伊个文件改联合国秘书处，秘书处连甲看都歹看，甲退行，好吧？因为你还不够够格，台湾还不是国家，看都不用看，讲是用台湾的名要来，免讲你，就敢那讲台湾人作天真想法，敢那讲一只狗，人模人样，你用来辛苦甲洗洗，我那个穿西装，拍领裤带。就看你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台湾加入联合国，阿扁也伫咧变出出来。你只狗毛鼻有耳啊，有目睭，有脚，有手拢有呢，很像人嘛。台湾很像一个国家，吼、哦，看毛人，有政府，吼、哦，有外交官呢，结果真正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要搞清楚，吼、哦。台湾不是国家，所以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啊，中华民国吼，诶、哦、代表已经互赶出去吼、哦。啊，咱来解读 China 上在翻译是支那吼，迄、哦那个瓷器啊、哦，
去那是翻着瓷器，啊，当时大吉，因有影哪安尼讲个，瓷器是因发明无唔对，吼，啊，瓷器有造物着人类无唔对，吼，迄阵欧洲个人想办法要仿造，吼，啊，这瓷器拢白色个，白色只，就是讲用鸡卵壳去做个，结果唔是啦，吼，啊，无足久个，甲即马，但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个人，因即马发展个。瓷器会当做个用微波炉，未歹。啊，这算人已经比中国更加先进了哈。好，第二个，那日本人个用音译、用声音翻译，或者吸纳哈，一种支纳了哈。这本身没有什么歧视的眼的字眼，但是中国人都看了支纳吼，都做袂爽啊。都会啊，不欠管啊。好，我来，我来用台语讲 China， 好，嘿，嘿，啊，即马因中国，咱较早拢讲食国民党诶，啊，即马因拢食共产党，讲现在吃哪，吼，因拢搞者应酬，拢开公会，好不好？拢食啦，足铺张浪费，好，啊，即马搁加者 China， 伊咧都市更新有无？哦，啊，就看贴对了，啊，官商勾结，哦，啊，这贴了吼，来你分几十趴是我官方要爱的 commission， 啊 ，China 都有钱赚，哈，啊，就足过来咧贴住，啊，因咧咧贴住足惨的呢，因若讲好势，看官商讲好势了吼，就来喷出来，10月26号拆，一个拆，因若10月26号以前无贴。无你无紧搬走，一怪手来就卡落去呢。无管你内底有啥物件，足残的呢。吼、哦，因遐无啥物人权呐，无咧管你。吼、哦，因的官大的威就大吼、哦。啊，一早我咧讲，我可能一早困了无饱的款。我袂记讲今仔是已经10月25号，因为我昨要来的时，我昨九点我暗时才来。啊，困一醒，还佫当作10月24号。吼、哦，所以今仔日是啥物节日？愚人节啊，对对啊，恁有上过课啊？啊，10月1号什么节？行宪纪念日啊，恁袂记啊？啊，读一半了吼，啊，记好哈、啊、哈。今仔日当传简讯，讲消遣，讲骗小加喜人的哈、啊。来，啊，今嘛来讲钱拿，哪边有钱可以拿？哦，以前讲你要啊。有人去甲一个官员拜托，哎，官员，哎呀，你怎么没有提前来讲？哎，人听无，好，他说，好，咱台湾人听无。原来你唔是提早来讲，你啊赶钱来，不赶钱来，没有提前来，我怎么可以帮你办？哦，这个你要提前来讲嘛，这就是提前来讲就好办啊。好，钱拿。啊，要提钱，所以国民党来台湾，你看伊是拢穿中山装，好不好？这两个落地啊，另外个两个落地啊，啊，这落地啊吼，佫会当伸缩的，迄个要提钱用的啊。啊，你看因来定法律套，对哇，全书什么法律定一堆价值本，关关卡卡，诶，要申请好，比如讲要申请一个商业执照。哦，过五关斩五将，当足侪因啊！啊，即关卡咧，你无送钱来，就卡掉咧。那遐久拢袂落来，啊，派人拜托熟识去问。啊，你也无送钱，要太贵，哦，拢爱提钱，吼、哦。伊足侪法令，就是要甲你白加白手，你提钱来，即关拍开，哦，佫贵。啊，你还佫提钱上一关，所以中国人做爱做官，有钱好摕，吼、哦，可以拿钱啦，哈、哦。咱过来看，那么以中华民国每从来联合国的国际法的规范定，中华民国已经在1949年年底哈十一月已经亡国，没有办法再代表中国，所以无可能阁继续阁等于中国，不，你是联合国啊，联合国迄个唯一个毛泽东代表底下这样，好，那么你若要真正要等于迄个位置。除非讲你真正反攻大陆，
成功，搁等于你的南京哈、哦，成立你南京政府，好安尼，你较可以联合国扩关，啊，唔知啊，搁拼几年才会过，唔知哈。过、哦、来，即卖中华民国干那村金门、干马祖这两个所在，叫做残余国家，哈、哦，等于像一只蛇。头前拢死了了，剩个尾流还咧摇诶摇诶，我迄个尾流着金门干妈做吼、哦。好，那么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免怎反联？吼、哦，已经灭亡，头拄讲已经亡国啊嘛，吼、哦。吼，啊，台湾国还未出世，免怎入联？所以一个已经死啊，啊一个还未出世，啊、哦，所以拢无法度加入联合国，哈、哦。我过来来讲这个三个精神病患和咱的启示哈。有三个精神病患在住伫迄个精神病院管理内底，啊，每三个月，这医生就叫来伊的诊疗师，也甲诊疗讲，爱关三个月了，有较好，药啊食了有较好无？有较正常无？所以叫来坐头前，坐伫头前安尼。啊！医生就在伊个白壁遐用签字笔画一个门，佮画一个门把。啊，甲因讲啊，啊，恁三个拢好啊吼，会当为这个门出去。恁那两个就撞个，去抢迄个门要冲出去，两个伫遐抢要出去。啊！医生讲啊，这无效，啊，佮继续关。啊，迄、那个拢无叮当讲哦，伊就想哦，这个好来款。伊讲诶，啊你。那不爱出去，你好安尼出去。伊阵徛起来，甲医生讲：“啊，迄两个笑诶！啊，锁匙伫我遮，伊无来甲我摕锁匙，要哪出去？哇，哦，啊，这个搁较严重。所以这个这三个拢爱搁掠等于关吼、哦。好，啊，咱来看这三个吼。哦”这三个病患是不是都没认为自己有病，都认为好了，所以两个就冲出去了，冲要开门。啊，那个比较严重的那个说，锁匙在我这，哦，要来给我拿锁匙。哦，头前两个去冲去开门的是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能力，讲无党无派，拿香对拜。哦，你看真侪人在拜神明，拿香对拜，啊，在拜迄、那个神明有啥物教义？吼、哦，那一般你讲基督教有圣经迄本的教义，吼、哦，还是佛教嘛有啥物《金刚经》啥物经，但是道教大部分拢无，吼、哦。啊，台湾真侪人拜这神道教，吼、哦，搞不清楚状况。啊，有人咧拜就拜，啊，就拜一个安心的，啊，你拜啥唔知唔知？看到大樟树也拜，看到一大粒石头也拜。无所不知拜，吼、哦。第三个是独派人士，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敢那伊，你讲啊，恁台湾民政府也无几万人，阮民进党吼几啊十万人，你无来握完，要安奈成功？伊安尼讲，我讲独立建国的锁匙伫啊。哎，唔知影讲，咱都免锁匙，咱有法律，咱就会使。咱各美国，美国都爱吼来甲咱配合，啊来甲咱指导，哈、哦。好，那么迄、那个医生就是咱台湾民间会的成员，以拥有正确国际法理、冷眼观察，要来医治生病的台湾人。啊，所以恁今仔来遮拢咧学做医生哦，哈、哦。台湾人头壳内底拢破病。哦，内底做者歹菌，哦，做者歹物啊，爱这医生来个解毒，哈、哦。那么来遮，恁来遮上课，等于就是咧解毒，哈、哦，加一寡毒素，哈、哦，加偷放互出去，哈、哦。所以恁迄本《新台湾论》绝对爱买，啊，毋是买，就有效哦。爱看，爱读哦，爱读哦，融会贯通哦。就跟我一个朋友讲，哦，啊你个，你个水果哦，迄个糖食甲安尼干干结结，啊，伊拢无去除药啊。
啊，我朋友甲因甲甲因讲，有呢，我有买呢，我有农药，我有买啊，伫咧壁角遐。伊安怎讲，我有买就好啊，就对啊。我说你毋是讲真台湾拢买就好啊，爱读哦，爱读个通，莫伊毋对哟，莫手术失败呢，吼、哦。啊，你莫来遮三工两暝吼，啊，连续两届六工四暝，你就认为讲你功夫拢学介好啊？出去就去看民进党遐独派战，诶，你真有可能会战输。伊因为做个有诶民进党诶人，我做个讲，似是而非，皆先听个敢那对。啊，你若立场不坚定，我你会讲输。啊，有时啊，若旗鼓相当，哦，啊，钱甲颔棍筋做大条，危险。诶，有时啊，逼两脑筋卖。哦，咱大家较轻声细碎。所以我足够来讲，那有翁仔某迄上好，好查某然后在场。如果恁太太不要讲，只要伊在场，查甫就加做心思，就较袂安尼大细声。吼、哦，啊，你莫堪伊钱甲颔棍筋剁大条。有一句话叫做“软蛇困猪”，捌听过无？吼、哦，迄蛇啊软软，啊来甲猪啊较白个，迄猪啊就袂走个。啊是软蛇牵牛。迄牛舌嘛软软，你莫硬拄硬，你讲到安尼足气愤的，啊伊嘛听到足气愤的，哦所以莫堪你的好朋友大细声吼，咱好了堪伊讲，你著甲当做讲啊，啊著敢若我去对一间牛肉面店，啊食了足好食，我甲你报，吼、哦，台湾民政府即间面牛肉面足好食，来食看卖，来参看卖。食好斗酒，无迄个心情，你报福音，吼、哦，传达福音，吼、哦，你心情来甲伊介绍，吼、哦。好，啊你若学无好吼、哦，出去唔啦，甲人医无好吼，各方讲你，白带头壳歹。吼、哦，我不是去刚才你刚讲电风蒙头壳遐，嗯，啊你发烧无？有烧歹无？安尼，吼、哦，啊你惯习就好啊。啊！你笑笑啊，吼，人安尼甲你消遣，笑笑都。我来理想的建构台湾未来模式，咱来探讨看哈。伫咱伫美国军政府下骹，台湾民政府，互咱台湾人主持。第二个，吼，用立陶宛的模式，吼，拒绝军政府体制下的任何选举，让投票率低于50%。哈，那安尼讲哈，国际社会就知影讲，咱台湾人不必继续。和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甲咱管哈，过来依照头拄讲的琉球反还模式，咱台湾反还来当个大日本国哈。过来，看日本结为联邦还是邦联哈，或者咱做中立国，像以前瑞士啊，瑞士即卖已经有加入联合国啊，哈，所以伊已经唔是中立国，已经是啦哈。那么中立国就是讲，咱看日本看。阿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美国，咱等距外交啊、哦，这是所有的这些模式都要美国说了才算啊、哦，不是我们说了算啊、哦。好，过来，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一挂期待啊、哦。有真侪同心来遮上高级班了，啊，拢会甲咱发现，啊，那也不爱叫美国拨经费，互咱台湾民政府发展组织，咱台湾民政。算真无钱，吼、哦，大部分拢是一挂干部，吼、哦，啊，捐款，吼、哦，来办一挂，这个台湾民政府的事务，哈、哦，啊，所以三 P P， 过来，讲啊，那无要叫美国军队赶紧占领接管台湾，甲中华民国赶去金门马祖，哈、哦，啊，无叫美国甲中华民国流氓政刷去金门马祖。这三个我常听到，但是咱常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是被美国军事占领，咱从见面，咱的位阶较低。军事占领者他是在高阶的位置，好，咱拢搞错了。这安尼算什么意思？好，咱来认知第二次世界的美国跟日本当然是敌对国，我们。被打败战，即卖被占领，美国是占领者。美国对咱民政府有两个要求，咱敢做好啊？
就是爱训练四千个，吼、哦，啊，爱41万分的台湾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这两个咱也袂做好，咱就无资格甲美国要求这三项，而且咱是被占领者，就敢若讲，咱是一间大公司的员工，啊，咱伫变做拄着董事长，啊，咱个敢会当甲董事长讲？哎、欸，董事长，啊，涂骹全粪扫，你太无扫扫扣扣的。咱咧要求，哦，员工咧要求董事长，讲这個意思，咱方占领，哦，咱位置较济，咱咧叫董事长讲，哎，清粪扫，哦，这就唔对了哈。好，来，台湾是一只未沉的航空母舰，哦，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是麦克阿瑟讲的，好、哦。那么，即马马英九拢在联共制台，有无？啊，咱台湾人讲讲，拢用马英九在洗脑。马英九刁工为美国要进口迄个猪牛肉，瘦肉精的猪牛肉，要让咱台湾人吃啊，把这个。一寡资料送予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去立法院咧辩咧骂，用台湾人来所选出来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来骂美国，美国你夭壽，你要进口毒牛肉来阮台湾人食，要甲阮害，引起咱台湾人来反骂，好无？过来，然后两年前，马奎奥伊个男朋友吼，因、哦、两个啉。啉酒醉啊，拍台湾的客运车司机。迄一礼拜，电视安尼为透早报到暗，连宵夜搁一直报安尼，连续嘛报一礼拜，荷兰台湾人反日的情节有无？迄就是要离间台湾跟美日的关系，挑拨离间无唔对嘿。啊，所以咱莫中计，马英九一直讲。叫咱袂使讲中国，爱讲大陆。咱若一直讲大陆，啊，咱就是小岛，咱就较细汉，哈、哦。所以，咱哦，台湾伫遮嘛，哈、哦。啊，这边啊，着阿强啊。啊，有时啊，暗时啊，你困，我有即个去想，想讲，嘿，咱太遮衰，咱边啊，即个罗马呢，遮大尾安尼，啊，不是发马刺、马拍、马猎安尼。一直讲，较早拢讲要学习台湾有无？我有时咧想讲，嘿，那咱台湾民政府执政哦，咱以后来开两个国际标，和全世界上聪明、上牛的科学家来发明两个物件对吧？第一发明上大机，搁上大个机啊，为台湾下骹甲机甲机开。啊，过来第二个的标就是讲。叫世界发明上大粒、上有力的，看是原子、迄个核子动力的引擎，到大下骹，啊，准甲开只开来到美国，这个圣地亚哥遮，吼，我感觉圣地亚哥遮气候袂歹。来到遮吼，爱找这个适当的，袂使上外哦，袂使侵入美国的领海哦，哦，底下24海里以外，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搁浅。我认为这袂歹，安尼阿强阿，啥物 M 族飞弹有无？要甲咱拍，嗯，较早你遮呐，屁股咱又拍着啊，啊，即马这样哦，一拍到到遮拢落落，无效。伊若要拍咱遮哦，伊得发明迄洲际飞弹，迄足大粒，迄一粒拢几啊亿，伊无遐侪钱做遐飞弹。啊，若不小心呢，拍一个过头，伊拍到美国，哦，美国宣战，啊，八个。好、哦，哎，困懵困迈哦，别忙好。我是安尼想啦吼，啊，趣味趣味。啊，今天有告诉伊，咱迄阵太唔是伫遮，无咱嘛美国的一州。咱个夏威夷遮远，这夏威夷遮远，咱夏威夷遐远，咱就变美国一州哦。好，好啊，即马阿强啊，去甲乌克兰买空壳的航空母舰。瓦良格啊，经过差不多10年的改装了，出海试航，
哦，啊，这厝内四人大家笑甲，啊靠腰啊，啊这是兄土团呢，无在家应该也是火烧。人即摆拢嘛核子动力啊，还搁咧兄土团，煤炭吼、哦，开十年的时间，迄原因搁斗袂好，就讲谣言啊。咱台湾你呐，迄汽车那咧谣言，迄严迄个不时得用。警察交通叫了，啊！你有验车无？是验有通过无？太严严个呢？吼、哦！一个演员斗袂好，就做袂好，讲伊国家话强，我拢歹相信。吼、哦！啊，这吼、哦，那真正咧烧钱，拢唔免啥物 GPS 卫星定位，啊，都看遐咧枪啊、炮弹啊，那个下就对啊。吼、哦，拢唔免卫星定位。所以，这话两个号出旁吼，我尾后我想一句话来个消遣，用闽南语讲，我两公号出行，真有两公，真有两公啦吼。好，啊，咱即马个笑吼，啊，跟我歹势，你马改名，你马尾后改什么名？改私人号，私人叛变那个私人好无？私人啊，用闽南语讲，私人号啊。哇！啊，这船啊，顶悬啊，一届拢两三千人啊，都死人一堆啊咯，死人哦！我恁妈个笑哦，伊妈个改，伊妈改啥物名？改辽宁啦！啊，台语讲啊辽宁啊，我两公啊死人个辽宁啊，他这个这是啥物航空母舰？好、哦，好、哦，啊，全世界都航空母舰顶悬无无人机都一只。就是规个甲板，安尼清气清气，啥物原因？伊迄阵要刚买即只空壳船吼，先先了解，甲乌克兰骗讲，我要等于做海上旅馆。结果就是伊无技术，通去做迄个船体的钢板，也是迄船体的结构，所以爱向乌克兰吼开$200,000去买即个空壳船，等来整理。哇！啊！因这个你看，伊个航空母舰，伊头前翘翘，叫做滑跳式飞行甲板。因为伊无像美国用蒸汽弹射无，蒸汽会压力向甲你放下，总甲你赶出去。伊无。啊，美国人伊飞行机若要落来，飞机有一个尾钩，啊有歪压舌头互你搞咧，甲你紧急刹车，吼、哦。啊，伊无。无迄个歪压锁啦，安那？乌克兰无卖伊歪压锁，啊！伊阵佫跟俄罗斯拍歹感情，俄罗斯也袂瘾卖啥？伊阵甲俄罗斯买迄个苏凯27，啊，本来讲要甲买300只，尾也敢若买100只着，讲啊，不，伊用迄100只在甲仿造 ，copy 山寨版的，因即卖歼11就是山寨版的苏凯27，所以俄罗斯起摩都卖。嗯，你要搁个买物件，袂瘾买，连一条歪仔都买袂哩。一条歪仔，看歪仔呢，敢那无啥，迄个高科技的产物，爱有够润，有够用，会感知瞬间的急速的拉扯，袂错动的。啊，搁个旧伊，搁有弹性，搁会当弹倒转来，搁会当恢复。哦，有足侪，你若像个旧伊，准死性的准弯掉啊，袂弹倒转来，好无？你旧迄个弯伊嘛。迄、那个所在会受损，有时会拆断去，但是迄是高科技产品，阿强阿无多做，吼、哦，阿即马唔知去对迄间买，即马有买一个中国个吼，即、哦、马听讲有咧起降落，但是还没有真正成军呐、啊，吼、哦。好，阿、啊、人美国自1982年，迄阵个雷根总统，伊就用一个星战计划，有无？负责以人造卫星和洲际飞弹来保护美国本土，就是这个星战计划冲嘞。苏联的解体跟这段有关系，因为迄阵美苏两个大国核子大国飞弹拢90,000粒的，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上少10倍以上，所以这个恐怖平衡大家拢唔敢杀出来用哈。但是雷根佮冲这个。星战计划起来了吼，阿哥
放一寡消息讲，哦，阮已经会当从卫星射镭射直接破坏你的核子弹基地。苏联惊着讲，哦，我的军力已经失去平衡，我输啊！所以，请所有国家苏联的那个能力，哦，军力、财力去研究这个新战武器，所以造成因的国家财政负担不起，好、哦，所以拖垮苏联的经济，啊、哦，这是拖垮苏联经济之一了哈、哦，不是干那这点俩，所以苏联不要解体哈。哦让1969年7月20号，美国的太空人阿姆斯壮就已经登陆月球，而且他拄好我拄好拍唔对，不小心撞上月球了。阿姆斯壮，还有我用波波猫注音有时啊做者通音字会造出来。我上好笑，我捌拍一届哦，所有的工作人员，好、哦，比如明天早上8点集合，哦。印出去后，互人个是吼，用笑到要死。迄、那个工作人员是迄搞迄灰灰迄圆呐。所有工作人员明天早上集合。我看你看，遐员工来控伊啊吼，讲你搞完动作人员。好，你看40几年前哈、哦，美国就登陆。月球啊！啊，到2012年，阿强啊，还搁咧学太空舱对接。哦，另外看台湾，好，过来有真侪台湾的独派的这个大佬吼，讲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逐渐转变。啊，这个有一个独派的那个。法理论术的大师叫做丹良吉，啊，这伊发明的。啊，这咱秘书长有捌记者来讲，啊，因这独派吼，骑一台卡车，一直搭，会逐渐转变，到尾也变加变如会出来，吼、哦，讲这個意思，哈、哦，无这个可能。啊、来，咱来看，这是国际法，无这个法源，哈、哦，将来也毋捌发生过，哈、哦。从来没有这个先例哈、哦。台湾的战争在阿北形成，台湾的主权要搁底下伫美国手中，美国握有暂时握有台湾主权哈、哦。所以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这物件底下伫我家，我过好呢。就敢那讲，我摕这条手表去当店当，当店会开一个单号啊，哈、哦，讲你3个月来。摕这个邓票来，哦，摕邓票甲钱来换邓。即马台湾等于邓伫美国手里，我这表是这个邓店爱搞即个3个月过好，袂使许小偷还是许抢匪甲抢去。你袂使讲我3个月还袂到以前，我摕邓票来讲啊，来我要赎回去。还讲无呢？我许阿强啊抢去安尼。袂使安尼讲，吼，一定爱过好。所以是安那，1996年飞弹危机，美国需要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过台湾，就即个原因。即嘛，啊，底下伫美国手里，吼。所以台独代表战争就讲，你台湾人呐，家己大主大的公道都要独立嘛。我美国来出动美军来甲你拍，吼。唔是阿公要甲你拍，是咱。那个，咱的主要占领全国，美国要跟咱拍哈。好，实施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啊、哦。大家来看，他都有大概有讲过哈。流氓的台湾地理当局哈，流氓中华民国，伊的头家美国在台协会，佮的头家是国务院，啊，佮的总头家是美国总统，啊，这是叫做这边叫做政治台湾。啊，你讲政治，就是一定。说言点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哈、哦，所以拢讲一寡模棱两可，哈、哦，模模糊糊的。但是咱这边法理台湾，咱照法国际法律，咱这法律拢较定空空，一板一眼，啊、哦，咱台湾民政府顶管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顶管是美国国防部，去的头家嘛是美国总统，
法理都袂使轻彩啊。所以台湾有发生哦，飞弹危机，美国国防部受美国总统的命令，就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艇出来，这袂使招限的，因为这有台湾关系法，这是法律，美国总统爱依照台湾关系法派兵出来过台湾哈。来，咱过来分析，日本国跟大日本帝国有啥物差别？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新日本，在1952年4月28日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而在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而自治。天皇等于说被取消他的治理权哈，伊袂使去管日本国的事务哈。现在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政府呢，是天皇放权力给因家己日本政府来自治。啊，咱来看日本以前红色的，包括南区的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一直来到琉球、到台湾这红色的，包括韩国，包括这个有一个四大岛哈，北方四岛，南区的岛、北方四岛。这拢是大日本帝国的伊个国土范围哈。那么新日本国存对，根据波茨坦宣言，跟他存这四大岛。琉球一阵美军托管，台湾等于委托中华民国来代管，哈。为者来看，所以新日本国跟大日本国已经无共去啊。新的日本国已经。你再讲就较歹听。他都有讲，他加入联合国。什么是联合国？就是盟军。51个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人家国家当时拢叫做盟军。迄阵美国嘛，迄阵的日本大日本帝国皇军啊，因是参加51个国家，尾啊成立联合国，这盟军是咧修建的，所以他们对立的。那么你即嘛？加入联合国就是加入盟军，代表什么意思？公开以政体上来讲，他已经叛离日本天皇，加入敌营，这是一款嘞政体上的讲法啦，哈，安尼较了解，就是暂时即卖新的日本国是脱离日本天皇。行政管辖的对吧？哈，应该自治哈。那么，什么人会当称呼讲伊是台湾人？咱来探讨一下。认同台湾的人，你听个对呢哈？这民进党，包括台联的，大部分真济人拢安尼讲。只要认同台湾，就会当变台湾人。如果这个论述会通，我也认同美国，这样我变美国人，不通啦。再来，爱台湾的人，如果爱台湾就可以变台湾人。那时候20年前，偷渡来台湾的，那些都很爱台湾的，有没有？那些偷渡客都爱台湾，没有他不来台湾，对不对？他们敢不可以变成台湾人，不行嘛，好，讲爱台湾，胡锦涛、习近平、江泽民嘛，足爱台湾呢，爱甲要死呢，爱甲要互咱死呢，要甲咱学习台湾哦，惊死人哦，过来，住伫台湾的人，啥物话叫做住伫啦？就是新住民甲旧住民，旧住民就是本土台湾人，新住民就讲，然后1949年以后。撤退来台湾这些人，咱周围拢住伫台湾这个土地顶端，所以叫做 people on Taiwan。唔是啦，唔是干那住伫顶端，你就当住伫台湾偏后顶端，你就变做台湾人。唔是，美国人你若来这吃头路，咱来聘请来这做教授、做科学研究，伊来这住伫顶端变台湾人，
伊较无咧讲咧，我摕美国籍个，我要摕你台湾这边个只国籍，吼、哦，中华民国国籍无啊，哈、哦。而且咱嘛毋是国家，咱嘛无国籍通互伊，吼、哦。好，过来，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人，歹势，那摕到这叫做中国人啊，吼、哦。啊，伫法律上，吼、哦。所以以上皆非啦，吼、哦，这拢毋对个，吼、哦。你若要做台湾人，你要经过自愿意愿合法的程序来申请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台湾政府行政证，哈，好，就是这张，哈。那么台湾政府公民身份证的意涵，我咧讲，咱有分类，那本土台湾人会当摕着 TW 这个身份，哦，那 TW 身份的人靠资格将来伫民政府内底做公告人员。哦，歹势无军哦，伊跟咱免做兵哦，台湾的国防美国爱负责哦，所以将来嘛爱有这个 TW 身份人靠投票权，那么参选权，就是讲你会当去做候选人，啊，你嘛有资格去投票，但是中国人就无资格哦，哈、哦，中国难民他没有资格，啊，所以将来就无蓝绿对抗，所有台湾的事务拢咱本土台湾人。摕到 TW 身份的人来决定，哈。好，啊，咱要发这个身份证，咱是依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好，这有通过哈。这个2011年3月11日公告，8月7日开始实施，哈。好，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咱即阵拄啊拟定好，送去予美国。美国无几工，甲咱退件，叫咱去修改，啊，咱修改好去送伊，然后一礼拜后，佫要退件，佫改，第三改送较准吼，啊准咱就经过咱的参议院通过，啊佮公告吼、啊，所以咱是照步来，哦，包括咱，差不多两礼拜哦，咱遮嘛要佮开参众联席会议，要审另外5个法案吼。啊好，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吼、哦，我爱台湾，我摕台湾政府身份证，咱来摕这边的、這個，唔是摕这个。吼、哦，咱本土台湾人爱摕这边这个，啊，若住伫台湾的中国人爱 people on 台湾爱摕这个。吼、哦，啊，咱申请书，啊，日属美站就知影吼、哦。好，对本土台湾人的一寡期许吼，啊，这张树啊有大张吼。哦这成功大学一张榕树啊，哦，真正会较作应用的哈。啊，我甲比咧，这个叫做国民党，住咱台湾，食台湾米，哦，啉台湾水，啊来撮台湾，来嫌台湾。啊，咱有时啊听讲，哦，咱有言论自由，咱有三明治，三明治，三明治。三立电视台、民视啊，自由时报叫做三明治，咱不是咧讲骂，骂看会倒未？啊，骂几啊十年拢骂未倒吼？安怎呐？即阵伊伫台湾已经盘根错节吼、哦，黑白挂钩足严重吼、哦，官商勾结啊，起因国民党政府起家呢，遮大只。啊！你民三明治，你干咩？敢那树尾咧做风台尔，小可有一挂生气尔，未死。这风，你啊看即卖地沟油事件，好无？甲油事件嘛，对马英九无啥物大影响，伊嘛是继续咧做伊个总统。啊，过去马英九翻车，吼、哦，做一挂乌鲁木齐代志，甲真咱嘛无材料甲淹落啊。所以这张纸啊，安尼，台湾人交也交无法哩，嘛骂骂倒。但是咱台湾民政府依照国际法理，咱咧讲法理学院，咱依国际法理，咱是咧乌叶金，对吧？下骹只金要甲乌长乌烂，啊，乌长乌烂了，自然伊就会倒哈。啊，咱这按照国际法理，得有美国的支持哈，所以咱一定会成功哈。那个，我们换到
台湾猪问题，哈、哦，台湾猪问题，我初级班好讲了一部分哈、哦。那么我想今仔日阁叫台湾猪问题，哦，正该讲的迄个所在继续讲了哈。我迄阵差不多大概讲到这了哈、哦。好，好，身份角色错乱的台湾人谢长廷啊。哦宪法一中，谢长廷伊跟你讲诶，宪法一中就是讲，咱拢属于一个中国内底，哇，家己作茧自缚，哈、哦，家己绑伫中国内底，好、哦，这是错误啊。那么这个谢长廷嘛，趣味啦，哈、哦，这个长是应该长诶啦，哈、哦，啊，伊就是伊选台北市诶这个市议员，最高票当选。哇！啊，结果第二届咧连任，伊想讲啊，伊拢最高票啊，伊一个人的票，那掉两个啦，伊开始分票，啊，分一寡票遐较弱的，结果票开出来，他是最高票落选，对，准伊政治生命搞个停咧。啊，怎啊选立法委员？赶快，我一个最高票当选，啊，第二任连任，他又最高票落选，啊，过来话要选，看阿扁也要。争取提名要选台北市长，啊伊初选输，哈、哦，所以伫政治上无像阿扁遐顺，哈、哦，所以常常停下来，哈、哦。那么蔡英文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嘛是予咱台湾人错误，说个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哈、哦。以前我拢听讲，你若要卖台湾无嘛，卖一个较好的价格，大家来分钱。啊，这连卖都无卖，用送的哈、哦。那么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人作秀给讲，那我们中华民国呢？哈、哦，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他那个中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哈、哦，那么台湾是台湾啊，啊，你咧受气啥？咱跟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牵起来，哦，无关系嘛。咱台湾是台湾，咱是日本的台湾，咱是跟日本有关系，唔是跟你卖咧计较一中，伊要两个中国、三个中国去管台，哈、哦，反正咱就是台湾，咱根本无讲，哈、哦。那么陈水扁做台湾治理中国，那个。美国的台湾地理当局局长做八年，经常接获美方指示来行事，伊其实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哦，美国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尔，哈、哦。啊，咱来看讲，有啥物证据？有哦，哈、哦。2006年六月二日，美国 AIT 前处长杨淑丽，捌伫总统府训示扁三点，另外用训示，啥物原因？丁西关也是的关系嘛，一个 AIT 美国的民间部门的处长，会当提文件来到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府内底训示阿扁三点，啊，咱看伊讲啥？伊讲台湾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哈，台湾人袂使公道，过来，台湾地位未定。这三点，哦，啊，这个未台湾人未使公道，台湾人作受气啊，用，啊，恁美国家己那咧选州长内底拢夹作者州务内底公道的事项，是安怎你不要玩台湾人公道？就是台湾人头壳无清楚啊，头拄讲的，2300万内底，差不多300万是正港的中国人，剩的拢本土台湾人。啊，这2000万内底已经有1000万人的本土台湾人，迄个国民党的错误的教育，甲教啊，变作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跳过中国一边，所以咱的总统大选，85%的台湾人会选出，就是因已经是300万加1000万，当然赢咱这个1000万的本土台湾人，所以咱算会选出，因为因爱。
跳这三两个三个哈、哦。那么台湾地位未定哦，这伫韩战爆发了，杜鲁门共攻了哦，一直到今嘛，咱的地位还没有改变，还是日本的天皇的领土啊、哦，日属啊、哦，美国军事占领，还没有真正到最后的定案，所以还未定哈。哦那么1952年中日台北合约里面刚好说把台澎交给谁里面都没说到因为究竟那合约里面有一条有说将来、哦、你日本可以跟其他国家签合约时如果你给那个国家有什么好康管其他的51个国家就要都有所以日本已经在旧金山合约已经把台湾跟澎湖放弃了已经没有台湾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了所以不可能来到中日台北合约再来这里放弃一次说要给中华民国已经他六天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嘛没有台湾跟澎湖了他来到这里不可能说拿出来、啊、我这放弃给你、哦、这样听好吗所以到現在你如果叫中華民國說、啊、你說台灣你有台灣跟澎湖的主權、啊、請你把那個所有權能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到今天都拿不出來、哦、而且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已經死了、啊、死的人你要怎麼點到東西給他要怎麼辦交接、哦、所以不可能因為究竟在和平條約、哦、還是台北合約都是1952年比较签的嘛，好、哦，比较先好的嘛。好，过来，是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澎湖只能放弃，不能割让。哦，而且咱也让参考辽南奉天返还条约。好、哦，这个日本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好、哦、叫做奉天省南边就是辽东半岛，哈、哦，啊，这是。1995年11月8号，哦，做签的，啊，签的所在是北京，啊，这伊呢，这个签约这个条文哈，啊，这关于辽东半岛割让和日本，这是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哦，神圣不可分割，所以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哈，啊，这针对这个迫使日本，抵1895年11月8号。各看大清帝国针对辽东半岛签一个交还的条约了哈，啊，这里底你既然不割地，那就要赔款，所以底下第二条是中国约为筹报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将库平银3000万两，好、哦，割不由日本，好、哦，所以不割地就赔款，好、哦，所以我。你别当挂我，我行你，哎，哎，交钱出来啊、哦！3000万两的贫库银哈。好，过来，咱来看 Chinese Taipei 全文哈、哦。Chinese Taipei is only an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好，所以出头前这个 Chinese， 甲上后边这个 Taipei、哦。Chinese Taipei 干那只干那是一个 exiled， 就是流亡的政府在台北。Not a state， 它不是一个国家。好，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不是国家。但是咱拢定个讲中华民国，啊，这是美国人来讲，这是错误的哈、哦。美国的观点，它不是国家。啊，这个你会当去维基百科，哦，一个查，你个怕 Chinese Taipei 就会找这个出来，哈、哦。注意这个啦，叫做一个，它是流亡，就是难民政府。那么，就这样和平条约第四条 B 啊、哦，讲美国对日本人民财产有处分权，啊、哦，这就是完啦。啥呐？中华民国来台湾了，甲霸占一挂，迄本日本日善所留落来，再回乡啊，再、哦、一挂土地啊，拢、哦、由国民党
霸占去哈。一、啊、第四条 B， 日本承认前述第二条和第三条中，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与日本国民财产处分的有效性，因为美国佮委托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哈、哦，所以中华民国伫台湾即个胡萝卜即个代志，美国为了他的利益，哈、哦，还用模糊政策，啊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糟蹋台湾。所以我有时啊想想，像当时像麦克阿瑟会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接管台湾。我想讲，伊是毋是咧报伊个残留案？因为伊较早伫菲律宾咧做总司令，伊起点军校毕业，一路哦官运亨通。啊，上闹鬼个就是，规个菲律宾伫伊指挥之下，顾袂了许日本皇军甲占领去，对伊来讲是上大个无民主个所在。所以战后，伊是毋是准想即招讲爱派一个三流个蒋介石个？政府来台湾来糟蹋台湾人，哦，这是我个人可能伊公报私仇了哈。过来，咱来看1949年6月15日，迄阵有一句话讲：40,000元1元的新台币，哦，40,000元1元。咱若听老爸定安尼讲，40,000元1元是40,000倍呢，吼。贬值40,000倍，啊！你甲想，咱即摆物资若起一个5%、10%，咱大家就哀叫呢，吼、哦！啊，这等于物资起40,000倍呢，有无？等于你本来，比如讲1元的物件，你要用40,000元去买啊，吼、哦！好，啊，这当时流亡政府。用行政命令，哈、哦，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哦，这真的有要求啊，哈、哦。安、啊、那来看，你那40,000元，迄阵差不多7年，本利翻1倍。哦，你这条钱，你那寄入银行，本利一厘安尼加，7年就会加一倍，40,000会变80,000。哦，咱来算，啊，今麦已经几年啊？上少63年，1949到即摆，吼、哦，63年，啊，若7年翻1倍，就翻9倍，咱来算看卖哦，哈、哦，40,000会变1倍，8、16、32、64、128、512、120，甲第七，哈、哦，哎，第九倍时，哈、哦，变2048万呢，较早40,000元，即摆已经变2000几万啊，所以。你会想讲，咱迄阵去用食偌济吼？你准讲，你迄阵有4,000万的好野人，或者4,000万的大富翁，40,000换1,000，你剩1,000块呢，吼、哦。好，所以当时台湾人许物质的吼，所有的好野人，包括台湾人，拢散屁屁、散了了，被压榨、榨光光。啊，咱来检讨，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体制下的政党，咱来看，这个国民党、从大党过来民进党、台联、亲民党、新党，这拢伫中华民国流亡体制下的政党，拢伫国民党的政党化内底掌控住，这就是蒋经国的谋略，伊就是希望讲，你卖像咱是体制化。伊当时民进党要成立，这个蒋经国不是不知道，伊的情报系统拢知影，但是碍于美国的压力，所以也唔敢去甲主动，唔敢掠，因为阵美国有啊，甲蒋经国要求讲，这个人那成立政党，这是合乎民主自由的国家的那个程序，哦，你袂使甲掠，所以迄阵。风声鹤唳，消息拢，甲一个记者拢知影，饭店嘛知影，你要去做饭店成立，无人要租你。结果是蒋介石委托迄阵的迄个
国大代表的副议长，哦，跟他这个，我想这名，跟他陈龙胜啊，哈，都有一个副国大副代表啊，副议长，伊出面吼，叫跟他叫陈金德啦，去替伊做燕山饭店，啊，你阿想，燕山饭店是啥物所在？嘿，国民党的招困呢，从蒋宋美龄哦名下的一个招困。更人的助理，迄那不是蒋经国默许，无可能哦。其他饭店、国宾饭店啊，什么希尔顿饭店，无人敢租，惊惹代志嘛。迄遮大个政治事件哦。好，那么伊这个要求，蒋经国要求谢中忠，因讲你爱伫我中华民国体制来还我，好安尼，无要紧。你伫个体制内，伊会当用法律、用伊个警察来甲你管、来甲你牵制，好无？啊，若像咱伫体制外，到今为止，阮伫遮三年半，犹阁无一个警察伫来遮，吼，也是啥物？因来甲咱遮有掠着咱啥物人要掠去，拢无，伊拢毋敢动啦。伊知影咱后壁是美国，吼，美国指导咱。爱大家办这个训练营哈，所以拢不敢来跟咱动。哦，咱是体制外，咱唔是伫这个壳壳啊，哈，内底，所以咱脱离这个魔掌哦。拍者，我用魔掌敢那唔对吼。如来佛所掌心啊，拍者。这是中华民国体制内，就是伫如来佛所掌心，就看那，你只看《西游记》有无？孙悟空都要拍几啊人，拍来拍去，拢伫。伊个所长心内底吼，啊！那国民党哦，这个如来佛提掉，国民党真正是乌手啦吼、哦，真正咱有即个乌手吼，互、哦、咱台湾人直接过着足无尊严的生活吼，拢、哦、咧你看，自阿扁啊退任了，换马英九去了，魏家就一直伫台湾遮做油的，拢咧进口遐工业用油吼，啊、哦、是饲料用油。真的你白咧，互咱食，不怪台湾人癌症上侪，啊，肝癌上侪，《西游记》也拢世界第一名。你真正台湾之光啊，唔是台湾的耻辱啦，唔是台湾之光啊、哦。台湾民众伫体制外，咱脱离，哎、欸，如来佛的所掌心，怪怪吼。后盖我再来盖，脱离。那个国民党的黑手哈、哦，啊不，我说要讲啦，讲别太顺哈。好，那么两位的前总统啊，陈水扁跟李登辉，本来情同父子，啊不呀，那反目成仇。哦，那个阿扁啊，刚刚搁把骂李登辉讲老翻天哇。好、哦，啊，其实台语嘛。有一句话吼，都开始听，敢那歹话啊，夭寿吼，啊你捌听过啊？夭寿死因啊，哦，这歹话对无？啊，但是你若食物件食，讲哦，夭寿好食，我煞好话，吼、哦，哦，啊这做因啊，夭寿水，吼、哦，啊这夭寿煞变好话，吼、哦，啊咱来看现在也反目成仇。李登辉做流亡中华民国总统13年，拢知影国民党伊内底政治操作的内幕啦、美感，伊黑暗面拢知影。所以对拄开始阿扁咧做诶前四年，对陈水扁经常指东画西，吼、哦、下指导棋的对吧？讲阿、啊、你安怎做安怎做，阿扁啊本来。情同父子，阿扁也足尊重伊，敢那伊父子辈安尼。啊，但是，伊做甲总统啊，不是敢那红，和你等于看做囡仔咧，画来唔画去哦，是足袂爽的哦。我阿扁反弹吼、哦，所以开始。那李登辉，你也想，李登辉前总统，伊具有宽广的国际观，哈、哦，又留好美国了哈、哦。阿扁啊，执政后四年，哈、哦，就上尾迄四年哈。哦不顾李登辉的忠固而狼狈执政，
并于2008年失去执政权，让李登辉就是失望了。李登辉起码在他的掌控之下，刁工脑连送和拆这两座，阿扁啊，他一扣着火烧炉啊，去选着2000年的总统。伊是李登辉是个政权由国民党的首领交予本土台湾人陈水扁，但是你陈水扁后壁你做这8年，你无在调，甲台湾顾好吼，甲这所谓总统这个位顾好，你竟然交中国人的马英九，安尼算较敖，吼，所以无怪阿扁啊，互阮又爱又恨，吼，伊拄开始要去你做总统，阮足寄望，但是去你发现讲，伊拢无做转型正义，无做清算，阁去拜访郝柏村，吼，去拜访李焕，因遮个国民党的党国大佬，啊，去拜访这个，那叫啥物？宋楚瑜，啊，这都互人看破卡手讲，啊，你都软卡下，伊迄阵心无挂怀，吼，无法度讲伊去了开始大刀阔斧，吼，该过去的案件，国民党的一挂黑暗面拢爱甲掀起来，吼，啊，所以头几个月你无做。迄阵名气可用，你无做，到尾你要做，就无已经无迄个正当性啦，嘛无迄个货源吼，无亏力啦哈。好，好，咱来介绍台湾民政府哈 ，TGG 这个民政府局跟军政府局的意涵哈。这个意义呢，其实就是日本哈，因为台湾属日本，所以。用这红色的衣裤啊，把台湾裹掉了。啊，但是绿色台湾顶面搁一粒星星，这代表美国军方，吼、哦，美国军方占领台湾，吼、哦，这遗憾。啊，这个黄色代表亚洲，哈、哦。好，那么这边同款，日本拥有台湾，吼、哦，日属台湾，但是台湾有这个。美国军方哦，你来看美国无人机，还是因的车电管，美军的武器设备，真侪拢会有这个横条上啊有星星，代表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意思哈、哦。啊，这是美国台湾占领旗，啊，这是台湾民政武器哈，也、哦、意涵是安尼哈。啊，你看讲啊，加到6个白色的星星啊、哦，这代表台湾有6个州。这个当时日本在台湾治理的时候，有台北州，吼啊，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啊，啊个移花东州吼。好，来咱来看1988年的这个张玉宪事件哈。一曾经在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核能所，哈，从事核武秘密的研发哈。但是伊当时迄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做 CIA 啦哈。1988年1月12日，在美国的协助之下逃离台湾，将许多机密的资料转交美国政府，啊，啊，这个造成真大影响，就是讲美国水派。跟会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突击检查中科院核研所，拆卸设施，带走大量仪器设备，哈、哦，这个是令国际震惊的张玉宪事件从此爆发。好、哦，伊在美国协助之下，他今嘛要居住于美国，哈、哦，受到美国的保护，哈、哦。啊，这个结果，哈、哦，因为他叛逃，毁了中华民国蒋经国的核武大梦。哦，契机上中国，哦，无偌久，蒋经国七孔流血，哈、哦，来死，哈、哦。本来中华民国要去想讲，啊，我若武器做好，我会当来抗衡阿强来核武。你甲我牵，我嘛有几粒，我会当甲你牵倒转，安尼意思，哈、哦。好，
过来，咱来看台独啊，独派努力台独建国。好，看即马从这来到七年哈，不问方向方法，也在讲撒错种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你个想，台湾人真侪拢迄个独派思想啊，都像我这蛮算是哈，因为过去看的独派。所发行的杂志啊，包括民进党迄阵的《民进周刊》哦，我迄阵逐期拢嘛足认真看，但是方向拢唔对。啊，咱即马咧甲即个独派讲吼，像讲迄个姚嘉文，姚嘉文个人讲咱是诈骗集团，好、哦，啊，请问如果咱是诈骗集团，啊，咱算加害者，啊，一定有被害者嘛？啊，乃拢从来无看到被害者来遮求偿，还是叫中华民国检调系统来抓人？诈骗集团爱抓，乃无。所以没有被害者来申诉、来投诉，哈、哦，安尼这个不成立嘛，哈、哦。啊，请问各位，咱台湾民政府骗国去创啥物物件？其实你来遮遮大。哦，弄水源农场修起，哦，咱台湾民政府，哦，佮提供你只讲义，哦，啊，佮阮只讲师来向大家讲，啊，大部分讲师拢是做义工，哦，或者志工，哦。那么，民进党了哈，在独派，可以说方法方向都错误，哦，敢若过撒种，哦，撒错又撒错种。本来爱掠猪啊，结果伊去掠到草籽，发个拢发臭，唔是发猪味，搞错了嘛？吼、哦！啊，伊足骨力做，我啊，拢敢若讲我要独立独立。六十几年啊，你若讲独立是哪对的吼、哦？早就应该爱成功啊！哦，如果台湾可以独立的话，啊、所以其实台独是一个假的议题啊，永远袂成功。但是国民党的哦，国共两党的希望讲，啊，你继续遐划独立，卖互招来台湾民政府，伊即马足惊咱来作为台湾人拢招来台湾民政府上架个，台湾人拢觉醒，台湾人拢知影我是本土，咱是原来这边的主人哈、哦，原住民，你一定会不服、啊，我是原地遮主人，哪会变你外口突然招来到遮，啊，你去遮咧关庙公。啊！你来遮，等于我豆芽地啊，借你运。啊！你说运运嘞，规个搬豆芽地啊，拢搞搬搬去，这错误的嘛，哈、哦。啊，这个版本阿 K，、啊、这个版本好像不对哦。你再看一下哦，最新的日期，我要把新的啊，10月22号的。好像我跟他混不对了，好，不要紧。好，那么台湾若要建国独立，好、哦，爱照我头先讲的，好、哦，会再讲的。台湾独立要问美国是否同意，对不对？美国暂时握有台湾的主权，好、哦，战争在不行，好、哦，你爱问美国不同意，美国会讲不同意，因为你战争在还没有完，好、哦，过来嘛爱问日本天皇。是我同意，你这块土地要个日属了哈，只是因为欠战争债，暂时迄个地下伫美国手里，啊，日本天皇那卡提钱来赔，咱下顶个等于大日本帝国啊，大日本国，啊，所以爱蒙人的人就爱蒙美国，美国是债权人，日本天皇是所有权人，啊，这要搞清楚，哦，你去甲银行借钱。咱的土地所有权人是不是底下伫银行手里？但是无办过户，等你若把钱提现，伊就爱所有权人承担嘛，对不对？这个头拄啊讲过啊，好，蔡英文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哪依照国家继承论，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哦，
他可以继承拥有台湾，哦，台湾嘛将陷入永失浩劫，赶快意思，哦，以国家继承论，所以你若一个国家，哦，那个朝代灭亡以后，新的政府起来，他是继承，哈，哦，像大清帝国被中华民国消灭，中华民国继承大清的版图，那中华民国被毛泽东政权消灭，哦，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整个中华民国较早的版图，哈，哦，啊，赶快，你若用继承论，咱会有中华民国继承合法继承去，哈，哦，所以这真危险，哈，哦。好，那么李前总统李登辉，哈，哦，1996年10月原本要废省，被 AIT 制止后，他在1997年12月召开的国外会决定修宪动省，哦，所以到现在永动省没有废省，哈，哦。中心新村建筑群至今还保留着，好，啊，来看这个整个中心新村的建筑群，哈 ，OK， 啊，这将来咱到民政府，哦，有计划要刷来遮，哦，将来遮做咱的行政中心，哈，哦，因为遮有现成的一些建筑群，哈，哦，那当时有讲要拆掉，哦，啊嘛有美国出面来动，哈，哦，就是要保留。我们台湾民政府将来的执政，哈，要用的。好，那么 TVBS 哈，哦，报道咱台湾民政府是诈欺集团。好，啊，咱来看，啊，咱甲反击，咱伫台湾的七大报纸刊登半版的广告，啊，哦，即自由苹果，哦，即报纸咱有看，好，哦，啊，咱顶晚看，安尼。啊，下骹有主计哈，潘姐这较无清楚哈。刚好诈骗集团把主计拢报你，叫你来遮抓完。佮有电话哈，啊，有人看广告，把阮遮干部拢相片拢伫报纸顶面看，即《自由时报》有即个诈骗集团遮讲，把阮的照片遮尼清楚拢，啊，即。加工局工就是通知中了，哦，这应该是安尼啦吼。啊，那我家己开钱去看一个通知中，把阮的相片拢下来点管，哦，是不是诈骗集团？阮敢带报纸刊半版的公布，可是七大报，安尼是，我们是不是光明正大敢刊一只？哦，我们绝对不是诈骗集团，恁大家上课。我那个时候讲的，这都有所本，我拢依照，哦，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来，哦，啊，依照真正的历史事件来讲的，唔是啥咧乱讲的，哈，哦。好，赶紧通知遐久啊，啊无半个用咧。这2012年5月24号，两年外前看的啊，哦，今麦已经2014年10月25号，啊，今仔。都愚人节不唔对了，哎，好，好，那么真正执行美国政策走向的是美国的国防部，好，美国总统四年选一届，好，四年不一定你做四年了就落来啊，你若年龄无调，你就爱落来，好，但是三军的将领伊一直爱做到退休呢，干换人。这些高级将领不换呢，啊，所以真正的美国政策走向是美国的国防部，了解不？好，总统真济爱咨询国防部，我啊那要来怕这个伊斯兰国，要怕伊朗，要来怕伊拉克，要来怕阿富汗，都要军方拟定策略，哦，拟定。战略拟定作战计划，他来上我美国，建议美国政府发布授权投入战争。哦，啊，真正政策的走向要是美国的国防部啊。OK， 那么台湾在战争时候的指挥权是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哦，美国国防部的太平洋司令部手上。美国总统辖下
国务院执行政治的台湾政策，那么美国的国防部是执行法理台湾的政策。所以他都在说的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国防部就派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好 OK， 甚至美国他们的兵推也有在要求说，那阿强打台湾，万一制海权、制空权都有阿强替，阿强要用登陆艇要登陆台湾，真正要登陆战，美国要求中华民国的军队离开西部的沿海的海岸线，往内退十公里进空，什么意思？拢给美国来的啊，您中华民国靠边站啦，卖多在定落啦，你卖多在沿海吼，我美国的迄、那个轰炸机啦，还是战斗机要来轰炸吼，较袂去误伤吼，台湾其实中华民国国军拢台湾人去做较济咧吼，所以是美国嘛有即款的讯息出来吼。啊，这头都讲过，来重复哈。好，那么世界杀人魔王排名，第一个阿强的这斯大林啊，差不多台7000万人。阿强的毛泽东台头5000万人，蒋介石差不多台2700万人，希特勒排第四名，1300万。啊，咱来讨论头前吼、哦、第二名甲第三名，中国人占世界杀人魔王有两名，占几啊？啊，请问这两个啥物人？台湾人、台中者？蒋介石嘛，蒋介石二十八事件，包括后壁即个白色恐怖，吼、哦，害死足侪台湾人。毛泽东敢有害死咱台湾人？敢有台湾人？没有呢。啊，是啊，咱对国民党咧反中国反噶，当然咱即摆咧反就是讲伊卖足侪假的物件，足侪歹的物件来台湾吼，啊，一直讲要学习台湾，吼、哦，咱这反的是咧反这個，啊，其实这拢假议题，在美国军事占领保护下，台湾足安全，啊，台湾无可能来拍台湾甲朋友，吼、哦，尤其。伊咧台湾人有够惨的，吼、哦！所以迄阵老一辈，我有一句话讲，迄阵日本咧管台湾作业的，吼、哦！啊，迄阵有拢咧讲，日本叫做日本教，但是这日本咱个好教就是讲，伊对台湾作用心足够台湾之地，吼、哦！所以日本出教会当过处过台湾，但是。中国人来，咱个合作，咱个讲中国猪，就是拢伫台湾吞食，伊食在台湾食在台湾房，佮佮你吞到乱七八糟安尼，所以红叫做台湾中国猪吼、哦。啊，日本人迄阵来作严，迄阵日本的警察足有威严的，迄阵囡仔在咧哭咧骗袂掂，拢个讲我叫警察大人来哦。哎，有诶，听到警察大人真诶，唔敢靠店面，吼、哦。啊，所以日本人、日本警察，就是警察大人作为威严，对无？哇，国民党政府来，警察，即卖因中国军来，中国来即警察，吼、哦，也是伫台湾训练出来，叫做中国诶警察啦，吼、哦。中华民国警察，哇，敢若从警察大人放去啊，人日本诶咧。警察大人就是伊做威严的，伊做公正的，大家拢尊称伊做大人。警察大人，啊，愈来愈歹，过来警察，过来变看不赢的警察啦，搁较细只吼，过来连警察都判伊讲地无爱，有无？警察拢地无爱嘛，啊，过来讲连地无爱无，讲贼头，有无？啊，过来连贼头唔是讲。合法派遣的流氓，因警察吼拢派遣嘛吼，
所以中华民国越来越，让人看不，中国人让人看不起。好，那么以前讲到日本，有一句话讲，因管台湾作严，所以有些讲，尾啊中国抵来了，较知影讲啊，日本人虽然介严，吼，有些严格，互你听到日本警察会闪着，有无？哇，二十八事件了，今麦一句话讲，啊，闪着换闪晒，闪晒较严重嘛，吼、哦，二十八事件太侪台湾人真正惊到喘晒。所以台湾人从这就是蒋介石，吼、哦，这个、集团，吼、哦。我迄阵做囡仔吼，迄阵阮真可能敢若阮家有迄个垃圾油收音机，较早垃圾油是一只做偌只，啊边啊有一个吸盘，我迄阵定咧拍咧偷听，会当存着迄个阿公迄边的频率啊，收会到。因为你若暗时啊，吼，啊，但小可会飘，迄声音忽大忽小。迄阵我就感觉足奇怪，迄边咧讲，这边讲呐。蒋介石叛乱集团，哦，我迄阵有些我就听了这，那也讲蒋介石叛乱集团，啊，迄阵还搞不太清楚，但是我这句话我定下记起。好，咱来检讨美国的独立战争有法国帮大忙，好、哦，好、哦。那么俄国革命嘛，不少德国捐钱，好、哦。那么孙中山嘛，开足侪日本人捐的钱。毛泽东嘛，得到苏联大力的援助，哦，包括啊、哦、埃及，哈、哦，人家茉莉花革命，啊、哦，阿拉伯之春，哈、哦，拢是有其他的国家。那个支援、哦、不是一国助一国而已，是多国籍的援助澳元、哦。那么台湾已经无独立的条件，但是咱要要求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嘛爱其他国家的人士来跟咱斗三工，斗推动。哦、中华民国现在有法度伫美国。的支持下，一直到今嘛，就是中华民国开足侪钱，蒋宋美龄吼嘛，做到迄阵去甲美国的参众议院去遐咧游说，去遐咧塞奶，哦，甚至甲故宫博物院内底因所因中华民国的国宝，可能拢提去上去欧西去游说美国的一挂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哈、哦，所以。有人讲迄个 China lobby 就是伫个大厅啊走廊吼，底下咧游说吼，中国游说团哈。那么好，台湾国际地位要正常化，不能单打独斗，需要依据国际法理啊，以这个程序，并引外国势力来帮忙啊。就是可能澳洲哈、欧盟这各些国家啊，还是。较近的澳洲，吼、哦，啊是加拿大，吼、哦，因这拢爱来请因来跟咱斗相共，吼、哦，互美国压力，讲你那会放台湾人，伫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下骹安尼糟蹋遐久，吼、哦，违反人权，吼、哦，台湾人的人权受到很大的那个伤害，台湾人较近，因为联合国人权宪章有讲，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国籍。啊、这种基本的人权，结果咱没有国籍哈。2008年，美国把下令，所有的驻外使馆不得称台湾为中华民国啊、哦。而且啊，以、哦、通令驻外使馆规定，所有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哦、美国再一次强调，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的官员不能以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国在台湾来称呼台湾。哦、台湾就是台湾。哦、台湾上加美国咧讲的台湾就是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呢，哈，台湾只是今麦咧甲咱管的，这个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哈。那么咱台湾人，哈，是一个混血社会所组成的社会，最大的混血基因有南太平洋南岛语系的人，哈，啊有西班牙，啊这较少，荷兰的嘛少，中国的客家或者漳泉，哈，诶闽南人嘛有，哈，日本人。高沙，总结就是高沙族甲平埔族，85%是这两个族群所生团落来。好，那么本土台湾人是1945年9月2日以后，哈，所生落来。哈，伫1945年9月2日之前，拢住伫台湾的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甲其后所生下来的后裔。我拢称作本土台湾人，这是本土台湾人基本的定义啊。因为迄阵都要见到麦克阿瑟伫9月2日发布一般命令，迄阵中国军队拢阿袂入来，所以无啥物外国人哈。那么咱来检验目前伫台湾五花八门的台湾人的政治运动啊，伊个名称几个哈？后讲台湾人选当总统哦，爱摕执政权。好，过来，证明自宪，我们救台湾，有吧？过来，台湾要加入联合国或者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哈。过来，台湾建国升旗运动，哇，讲升旗就一定建国啊，哦，遐简单，啊，差不多点完这個，证明自宪，听起来嘛，敢那对。我咱卖个讲中华民国是咱的国家，咱来改名改做。台湾国，我听了足爽，但是不可能哈、哦，你无可能，和美国答应，嘛无可能日本天皇答应，啊，入联甲反联，这他都讲的无可能嘛哈、哦。台湾人选总统，啊，台湾都唔是国家买他，有法度选总统，好、哦，你选到迄个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总统，过来，环岛走台湾路。也嘛好笑，好笑哈！安尼反倒就会当建国。这款人头拄讲的这种政治语言啦哈。过来民主选举，地方包围中央，演做国民党，咱捌演过呢。好，国民党伫2000年到2008年，捌无做到，无摕到执政权哈。但是阿扁这八年又如何？哈、哦，下任就随用扩起来哈、哦，所以又随限制出境哈、哦。啊，伫十月份就又列去关理看守所啊。咱顶管所讲的这六项，吼、哦，拢是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并无法度解救台湾，吼、哦，无法度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唯一根据国际法理，一定要让台湾那个正常化，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来遮吼，咱来遮上课，吼，让台湾人头壳拢醒起，走正确的方向，吼，莫去讲要台独啦，吼，要去创啥？过来，咱来眼见为凭，家己拢讲啊，你都爱看到，吼，开始真相，但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啥物原因？就敢若讲，啊，比如讲，我去新买一间厝，我对面，吼，我住头天的，哎，我就想，啊，看内底有人出来，我问，哦，这间厝你的吼，人就讲要跟伊熟识，敢问者？哎呦，唔是啊，这我讲租的，好，安尼真相出来哦，伊是讲租的，唔是伊的。啊，有一天我去看了，哎、欸，有人在收出租，我就甲问迄个收出租，哦，这间厝你的哦，我本来就是讲是伊来收出租，一定是厝伊的，结果唔是，无啦，我是迄个房地产管理公司派出来收租金的，所以你唔好干那看着讲，哦，迄个人住伫遐，迄间厝就是伊就是主人，不一定。
时间到了。好，拍摄我今仔就先讲到这，以后有机会去继续来跟各位讲。多谢各位，谢谢。啊，各位同心，我们下课休息，一楼餐厅用餐。好，一楼餐厅用餐，谢谢。晚上7点，晚上7点再回来这边上课，谢谢。